周边围上黄色封锁线，远警到场仔细勘验。12号晚间民众报案，在新北市三峡发现一具全裸溶尸，三峡分局获报后调派大批警力前往支援。过去的时候就看到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会一个很像是人形，但是又不确定，可是它又没有很重的味道，我们想说，好像是有一阵子。尸体不但有头颅、身躯和四肢都被反绑，认为案情不单纯，通报市警局鉴识中心前往支援。经过鉴识人员采证，发现这具溶尸身份很不一样。这个地方都是宝丽绒，对，都是宝丽绒做的。然后这边里面呢，它里面的脏器全部都是用塑胶。连肋骨这边都是塑胶。原来这具溶尸是悬疑推理电视剧使用的拍摄道具，最终是虚惊一场，顺利破案。连剧组特效化妆师都发文表示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增加大家的惊恐。文章发出后，调出不少网友回应，原来凶手就是你，其实手法太差了，吓死警方跟民众，真的有够厉害。于是检查这具大体，原来是宝丽绒加上塑胶制成的。但做的实在相当逼真，也让吓坏当时报案的目击者。后续我们远警会协助会同环保局追究剧组或委外厂商丢弃的责任。虽然成功破案，但针对乱丢道具溶尸的剧组是否委由外包的清洁公司处理，警方也会联系环保单位查清真相。只是没想到电视剧已经下档，又因溶尸案成为热门话题。三立新闻中网佩华新北采访报道。